及现场的来宾，大家好。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又能再次跟大家在展院中心相见。平安喜悦关怀协会成立至今已经十几个年头，每一年我们都会在农历七月的时候举办这场音乐会。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努力坚持下去，只是希望可以透过音乐将上帝的爱、平安和祝福传递给大家，让大家可以在农历七月的时候少一点担心，少一点忧虑，多一点平安、喜乐、祝福，让我们也能尽情享受这七月中下所带来的生活光景。内体会主，造物主天父上帝你赏赐的真实平安与大慈爱，那就是你父子圣灵至高独一真神的创造、赐福、救赎与治理。这也是台上演出者对台下听众的真诚祝福，也是基督徒朋友们常说的主耶稣爱你，我们也爱你，是包括台下与台上的每一位。我们也想起了圣经所说，敬畏造物主天父上帝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感谢天父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，阿们。感谢大家，祝福大家。